仔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就已经前面疏散，那现场的一个车祸车主哦在里面，那第一时间我们就把他协助脱困了，哦，所以这是一个男性，年约50岁。那现场哦弥漫的一些味道哦，主要是锂电池哦燃烧的过程中产生的有一些气体，那这些气体哦，我们已经用大量的水雾哦再把它降温中。现在有只风，只都好声啊，出来了转了烟啊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44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